还不是在传简讯给我吗？没有，今天是你的场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拜拜。打一下。哎，你们要看吗？去打鼓吗？不是，没有你的场子。打一下，谢谢。真的吗？陈曼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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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曼青。新加坡的，啊，好好啊！你几次来新加坡？有 surprise 吗？有，我没想到。哎，我选了一个很像他的，有没有很像？帅吧？笑笑，很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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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！好，继续，你继续。我知道你还在 surprise 当中，真的真的。谢谢。OK。谢谢。哎，继续支持黄宇哲，谢谢。陈冠希，陈冠希。你不懂吗？我当然不懂。我懂了，我一下放空。